您一定需要这款便携超薄显示器，15.6寸，重量才1斤，厚度仅3毫米，比手机还薄，超窄边框，99.9P3色域，连接 MacBook 当拓展屏感受更明显，无需底座就能直连 Switch， 刷新率60赫兹，玩大制作游戏体验优秀，接口丰富，侧面有调节亮度的滚轮，自带保护套，提供各个角度的调节和支撑，合上就不怕刮蹭屏幕啦，还方便携带，仅1000元左右的价格，能让你的游戏工作体验得到从静音到摇柄的飞跃。弊端就是没有触摸功能，分辨率 1080p。不过这个价位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